缘慈欲法有三种果，这个欲法就是淫欲啊，有三种果。第一个是苦而思乐苦，这个没人想到啊，这是苦思不是乐思啊。第二个呢，少为多灾故啊，给你带来的灾难太多，你没有想到啊。第三个是不尽四境故，这是严重的染污啊。又云：何但刹那之微落？这个和是一个问候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你单着刹那之微落？后头呢，应受永劫之大苦。又何欲金云：女色者，世间之枷锁，凡夫念着不能自拔。啊，女色者，世间众患，凡夫困之，至死不免。啊，女色者，世间之衰祸，凡夫遭之，无恶不至。这是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劝导我们。历史上古今中外啊，因淫欲杀生，家破过往，不知道有多少例子。古今中外皆然啊。啊，戒经里面，淫欲报同住啊，这叫因果报应。啊，这种刑法，啊，我们一般人讲啊，很凄惨的，惨无人道啊。